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加持。请大家跟我做会归三宝，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平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尼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尼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尊，皈依达摩尼约众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325页，325页都算第四行第二句关起，菩萨灵化无量心，应现弥顶刹，没有住处，无有定寂。那先画这四菩萨是指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伊也有能力化无量心，这个咱拢会当啊，相信，拢未怀疑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算是当基督徒，下下品往生，也有这款的神通。这种的智慧啊，能量神通，一般是发心菩萨才有。极乐世界呢，是去那边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所以呢，伊的神通能量，看起那像是甲阿弥陀佛差不多。阿发心菩萨内面，因为呀，拢真悬，佛陀内面41位发心大士，有真多能量接近远到地上菩萨。所以啊，也化无量心，应现弥顶刹，诸佛有感，众生嘛有感，诸佛呢是教化众生，这种信息
变化界、虚空界，发心菩萨拢知影，也愿意来听经。在极乐世界有能力分身去听经，分身在阿弥陀佛大纲堂如如不动，应现十方弥林刹土诸佛如来。在那边供佛闻法，附带麻豆五言众生，不可思议啊，没有住处啊。那为什么没有住处呢？化心啊，有感伊就有应，也感消息应嘛无咯，所以下面即句讲啊，无分裂，那做梦同款，梦中有，那就是真的，精神了后，分裂拢无啦，无地坐咯。都在了梦中，也是无住处。就是正在了应现的时阵，有时阵一部经，不是一天就会讲完呢。亲像咱这世界，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。菩萨应化到这地来，至少嘛得爱住49年。伊化身49年，这一期一段应该学完咯，你无看到咯？啊，兴顺永生。随喜功德啊！下面是用比如讲，如电击空中，无所将来，亦无定劫，真像闪电。闪电，咱大家都嘛有看到，是一个了后呢，都无去了。那讲是有两个、三个电击做火，就会看到黑灰。但是瞬间伊就会消失。因为菩萨应化伫这个弥顶佛刹内底，就进入闪电共款啦。那一起拢不可定，菩萨平等，无有先处有必定分别心，无啊。这个讲什么呢？是方诸佛的感。一切众生的感，佛甲众生的感有前后，菩萨的应无前后，菩萨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那众生呢？佛无起心动念，转化道心拢无起心动念，但是
以多众生内面，中下君性也是分别。因为六道内底有分别，有执着。修法界内面无执着，有分别。乃至有别教三行菩萨，要起心动念，啊，安尼是咱这会当体会到阿弥陀佛48愿的威力啊！无量劫修行的功德，加持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就是无业十恶，临终一念执念往生。平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一个加持智慧神通道力发心菩萨啦，佛陀内底的发心菩萨几乎是平等的，无差异啊！如电光照物，无彼此先后分别同时的念落，后面加一个注解：上文菩萨以念，普济十方。那一念就普及十方，为什么呢？伊无空间，伊无时间，时间、空间拢嘛是对阿赖耶来兑现的。虽然把血生数字呢，空间、时间拢不可定，所以只有一念。一念拢总够了，普济十方。估计心速也速度超过光速无量亿倍啊！这是真的，一点仔都无计。啊，这可以。高地呢，无住生心，金刚经上的应无所住离生其心，无住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拢放下了，这真无住了。信心是起用。十方世界有感，无一项未清楚、未明了的，所以珠珠连连都有用啊！用就是信心啊，升起融合文化的心，支起度化众生的心，随心心，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是明心见性菩萨的境界啊！那都是
本经所讲的阿惟越地啊。啊，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，你心当中会当证着，敢未去求呢？敢未当所分呢？真想要往生，一定都爱记哩，放下，是米龙爱放下。说法放下，佛法嘛都爱放下。因公经佛讲得真好啊，我想应下佛放回法啦、啊，迄、那个法是佛法，佛法嘛都爱放下，佛放世间法啦、啊，两种放清气咯，为什么真心现前呢、啊？无放下，迄就是真心的障碍，真心的染污。所以啊，一定都爱放下。下面第四段，你见该薄，经文。一摩诘梦，该诸颠簸。三宝十颠，那误解了。这些烦恼，拢是对。家境内面生出来，咱看念落的主界，念魔念梦，你是破去破裂，这是对比如讲，我见那只是梦，罗梦，咱个这罗梦怕破了。哦，摩见，我且地多轮屈，多慧明，坏道患，坏功德，坏善本，是故名为摩。这个坏的，关下面三个意思。伊也会带出咱的发心慧明，让咱有发心慧明，为什么袂当去净掉呢？对对，一地啊！伊也造成的障碍，我心都无损害，只是受着伊的障碍，你未当现前，你未着发心慧明的机用，也伊个会啊破坏修道。会破咱的功德，障碍善本，善本就是古圣先贤所讲的，本性本善，性本善就是。啊，即地讲的善本，那功德个善本
拢是公主型的性格。人生功德，人皆功德。你这想法拢嘛是对于生的，对自性。林大师的讲法，咱较容易了解。伊讲好机自性，人生万法。这叫魔，兼加知输入，都是思想。输入是思想，追求决定定。这个拢是属于既然的这个范围，包括静暇、静见、暇见，咱过来看下面，机关五月，一切凡夫理解性道。该是该记吧，无达到圣道的这个该记，达到圣道就是见性。对，观告初诸告定告，这拢是圣道，拄拄啊达到的。是阮到初诸菩萨，别到初地，盖逆起格啊！格就是啊，格多分别，一心动念，也啊是计较啊，都是度量、比较、简单来讲，就是一心动念，也拢总叫做见啊。由大乘义中第五观讲的，追求实际为见，主相是公义，还有。思路计较分别追求定定，这个名为见，这是见的功义。由此观第十讲到决定界名为见，这意思跟头前啊拢无同款啦。这意思跟话。为之有决定性之理解，就是你的想法、你的看法决定了，这个、叫见。这个意思比较较微，见有狭境，又无。转向顶见，该是下见。
啊，伫即地咧，咱会体会到家建、政建，拢叫社建。有建无建，断建、相建，拢总叫做社建。为什么？自性清净心内底，什么都拢无，哪有什么正见呢？所以慧能大师讲啊，真好啊！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啊？如果你有，你心内也有邪见、正见，有见、无见、断见、相见。断见是生灭，相见是不生不灭。你要这物件伫咧，拢总叫做邪见。这物件经常是常常讲咧，就经常也是无错误啊。你对于只要有执着，都是邪见啦。你把这些东西放在心里也就害了，到最后连阿弥陀佛也不能放在心里，恭喜了你证到无上菩提了。定妙觉慧啦，无证到妙觉慧，你的阿弥陀佛是正见，决定唔通放弃。正见一下就够，唔免阁追。为什么更加多就会变成邪见了？心内对念佛的人只有一句弥陀，你的念到底念到多位呢？念到阿翁星极乐世界，你极乐世界修什么也是一句阿弥陀佛了，无改变啦，无丢失啦。念到什么时阵？念到顶加菩萨，你证到顶加咯。最后一品形象无明失去，更清气咯。这个时阵上一功啊，都眼前啦，是破土无去咯，竹帘都无去咯，将其讲竹帘眼前，那都是无死啊，无明烦恼习气等清气咯。这个时阵，圆满菩提，因缘经后边佫加一句：归无所得啦。你得到什么呢？什么嘛无得到啊？什么嘛无得到，都是啊，圆满的成就，自性圆满的成就，无再思维障碍咯。啊，智慧德能神通广大呀，真正无不能去啊想象的。
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呢，我一定唔通做改啊。那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妄。世尊把现象分作四类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全拢包括了。那相唔通有，唔通执着，见嘛唔通有。相是有形的，见是无形的。见是甚物？简单讲，念头啊。唔管念头啥情，唔管念头有无，嘛无啊。为甚物呢？这个见是诸生的本领，不是修来。诸生本来就有啊，所以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讲得真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，这个见的得来对，就是得灵。相呢是上好，呼应三项代志，代表性德圆满性德。第一个就是智慧，第二个是德能，第三个是上好。完全典型的西方极乐世界，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明心见性了。永远生活在智慧德相的世界里，对。一直到无始无明时期，等下清清气气了，丝毫拢无去了。这个时阵是佛陀诸诸连连回归到上十宫，上十宫噶是佛陀无离无别。上十宫是自性的本来这个状态的啊，是佛陀的是自性的现的这个状态的面啊，自性有温现无共，无生灭，现不是生，温不是灭，温现非常活泼，非常自在。那外面有感，伊就现；外面感消失了，伊就稳。所以有证到是佛陀的菩萨，伊自然就现了。
那第十八套修行的菩萨圆满咯，自然就稳，就无限啦。所以无限未当讲伊是无，未当讲空，现未当讲有。这个现象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啊。员工老和尚的师父甲伊讲，你明白了，唔通乱讲，唔通讲，为什么？啊，人听无啊？别人讲你做了心事，凡是实现。凡是所说，对方一定爱听有。你无白讲，伊也得受用。对方若听无，免讲。为什么引起伊的崩溃啊？你讲伊无看到，你真就会体会袂到。你那诽谤，将来啊，对无间地狱，将人家送去无间地狱咧，你要负这个因果责任。那对什么人才会当讲？对现行的人会当讲，无现行人唔通讲。哇，一句话讲。变成这菩萨啦，因对三乘的人未讲，对什么因果未讲，对六道众生未讲，那哪对这地该创清楚、创明白？下面讲咯。魔见梦，梦是比如啊，下见参出高落，令人难有脱离。比如如梦，古文啊下见梦，这个梦偌大啊呢？有多轮回，都伫下见梦来对。下界末那是离开咯，啊，你就会超越六道咯。啊，那证到阿罗汉果，现世烦恼断咯。脱离六道轮回咯，阿罗汉的定功，阿罗汉的智慧。心通的灵有灵力，力无见梦，该住颠簸，这里六道轮回。如果顶面啊，也够这个啊，无见梦，搁较关一层的无见梦，为什么？那是无明造成的啊。阿罗汉陪都是见思烦恼造成的，六道真正是苦不堪言呐、啊！三恶道的地狱，对了去了后，以后无出头的希望啊！这偌可怕呀！脱离了多轮回的十法界，虽然有颠簸，轻无严重，所以
自性法界是佛的方便土，是佛的净土，又都是佛的慧土。在内面的生活的感受啊，是完全拢无同。思想法界内面无轮回现象，有生灭无轮回，内面念了引用《华严经》上两句话：无慢害观，夜梦境中。夜梦境中唔好啊！夜梦境中都是六道坚固啊！夜梦哪会境中呢？无办啊！嫉妒啊，怀疑啊！这是烦恼的根啊！我慢呢，是嗔恚的根；我爱是贪欲的根；怀疑呢，是无知的根，就是贪嗔痴。这三个东西我们有吗？有啊，有慢，有慢自己不知道，这个有吗？怀疑有吗？有这三个东西，这三个东西每天你帮助啊，见梦境中，这个见越来越复杂嘛。现在人的见梦，比六十年前的人，境中唔止一百倍，咱也应该使讲千倍到万倍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也未计分。这半个世纪，我好多成长。烦恼是气，你目睭所看到的，唔免讲别行广告，你六十年前增加偌济啊？六十年前广告无济。那像无个人伫外面墙壁去打广告，现在就打满咯，连车顶拢嘛是广告，马路拢是广告。六十年前无啊，马路清清气气，传媒、报章、杂志，六十年前报纸只有一张尔，加加两张。现在几十张啊，增加偌济倍啊！现在每间互你看的报纸，几十张遐大张的，比一本书的分量还佫较侪，一天一份啊。
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手机。我讲一千杯、一万杯，绝对袂结婚啦。这款人敢受得了？啊，人伫现在这个社会，就算像啉酒醉同款，糊里糊涂，颠三倒四啊，行路当作西歪啊，伊也袂平衡。徛都徛袂在啊！坐卧不安啊，这个总共一句话，伊就是叫做魔剑梦。啥剑梦？华严经上这两句话，讲啊真好。我慢那个灌溉，烦恼大量在增长，烦恼后面是习气啊。现在等呢？现在什么款的警告啊，拢是未起作用了。什么款的忠告啊，拢嘛是看未着效果咯。这什么原因呢？都是背离，啥人会放下我们呢？我们放下是什么款呢？恭敬谦虚，啊，现在人伊要恭敬谦虚无？无爱呀，看了无出团啦。这个比多台啊，你那个班那是对的啊，这是对的，理念境界里对军拢派去了。过去教学是伫军顶面对症下药，对啥人做起呢？对家己做起，家己无教好，安怎会当教别人呢？家己若教好，家己就是别人的榜样啊！一个家庭，家长爱。带头啊，家长正，家人拢会正。用伦理，用道德，用因果，把咱的贪嗔痴慢疑控制住。唔通予伊发展，《礼记》咧讲个，牛不可中。你这个限制呀，唔通予伊增长啊！
下面引用的讨论第十一卷大地讨论一百卷，这里都有两句话，令大家咱敬听。是人邪见妄，烦恼破净地。魔见妄都是邪见妄，有念未用的啊，啥人有念呢？念有邪情，现在人邪念多，正念少啊，确确实实都完全是邪念。无一个正念，真有啊！现在这世界啊，未啊很怎较好呢？大家拢肯定，甲邪念认为讲是啊，应该有诶啊，做人应该有。啊，正念呢，退后个人呐、啊，迄已经落伍了，迄是过去。封建时代，时下的帝王专制，用这个方法，哎呀，巩固家己的地位，限制别人的思想，控制别人的思想，用这种来解释。因为邪念是自由啊，是解放。这圣雄呀，这第一件颠倒病咯，邪情颠倒病了。以邪为正，以正为邪了。这个、世界马来西亚老首相啊，马哈蒂。非常的聪明，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我真佩服伊啊！连伊都拢会问我，这个世界敢也会和平呢？何况智慧德行。不如野人太罪太罪了。啊，这句话来对，更深的意思，就是啊，丧失了自信心。问看中国人，中国敢会阁复兴呢？像你所讲的，敢有人相信无？为什么这本书卖不出去呢？无人相信啊！我也对日本查了这本书，昨我详细甲看一下，日本日币啊，四百块。哎、啊，会记得伊是多一年印的呀？1978年啊，30多年前啊，我印过第二版啊，第一版啊，
一般印主咱拢知影，大概都是一千册。我第二版，这嘛真难得啦、啊。这是三宝加持，然后这本给我看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自信心无了，就先无信心，对有乱无信心。你若问伊讲，这个世界上敢也有大灾难，伊有信心吗？最大的灾难，核武战争。核武战争是他们必所讲的人类集体自杀。最可怕，一万年，为十年以后，为十五岁过身呢？这五年当中，大家拢在想啊，如何会当避免这个灾难？为何这个灾难可能发生？伊在想一个啊，想出一个世界国家，这个念头的动机呢，是对中国春秋战国到个秦汉统一。伊看到这段历史，现在离间以后的这地球，中国春秋战国迄个时代状况非常相似。迄个时阵的统一呢，在形式上是用武力统一的，但是其中内面是文化，伊讲啊真好啊，中国是对于这统一了后，真正统一咯，八百万诸侯国变成一个大国。中国人讲天下，就是指本国族群的统一。因为过去是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大国方圆一百里，小国有三十里、五十里，佮拢嘛是主权国家，所以呢，这么多小小的国家做伙，真容易引起战争啊！春秋战国乱了五百年啊，最后这一通，这个灾难无了，人民才恢复，记着进入周朝早期的一种安定社会。秦汉统一了后，诸侯国无了，是得统一政府领导 A， 教化 A， 汉武帝应当重视的建议，以孔明学说。来指导政治，到汉明帝以后，又到脱离中国了。中国帝王
海西应如帝国应佛教化众生应到祭祀祖先，这个以后就渐渐形成一种的制度，虽然有改朝换代，这套做法呢没改变。如帝国佛化民，都咧祭祀天地鬼神啊，古书内底讲鬼神拢嘛是指祖宗。这是中国神君咯，唔管是多少朝代，唔管想做皇帝，拢用这物件。只有满清亡国了后，民国成立就无用这物件咯，无用咱的社会就乱咯。现在一百年来，连讲的人都拢无了，中国人对这代志非常的生分啦、啊。不过呢，都必清楚啊，一生专门研究这个，伊认为这套物件好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啊，儒释都是一个每一个读书的人，读书的人知识分子，读书有什么出路呢？国家需要你，国家要提国级的干部，即干部拢是读书人，都读啊真好啊！国家考试，考试及格啊，及格了后，分发你的工作，或者是给你送去学校的，迄、那个学校是国家办的。国家办的培养公务人员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，第二国家的工资的，这就是今仔日讲的，国际政府。所谓员工，古早时阵的人，拢啊真爱读书，爱做官。为什么呢？在各个行业内底，中国人常讲360行，360代表万万，各行各业。中枢啊，政府工作的啊，是最轻松的，还无真好，下当啊，养家糊口，地位真高，人民看到对你尊敬啊，你是政府官员、职员，工作量少，为什么呢？人拢互厝内啊教好了，古早时阵的教育家父责啊，厝内最重要的这个使命呢，一个是教育，一个是啊养老啊。人生这两项大事，家庭承担。
中国是大家庭，不是小家庭，无分家。你某人无论从事多一个行业，你赚的钱，你家己生活必须以外，拢总爱寄转来处理。所以家这个家有产业，都来面头这钱做什么？买土地啊，土地让种作啊，会当做林，可以做种种事业。所以家庭经济好，你在外面无论是做什么款代志，如果欠钱，厝内好哩。欠卡手呢，厝内派人给你帮助，家庭是你最可靠的后盾啦。你唔免去求人啊，家庭支持你啊，互相支持，你支持家，家支持你，制度好啊。况且你期间，中国啊，这个家庭。五代同堂无分家，也阁有无多，我捌看的。抗战胜利了后就无了，一家都无。抗战期间当中，都难啦，伊个家拢解散了。个人家己无生。互相照顾的真少了。现在有外国人要互相帮助了。儿女无咧顾父母，父母也无顾儿女，兄弟更加免讲了。新的社会啊，无钱甲银行贷款。伫较早无钱，家庭帮助你，家庭支援你，所以咱确实怀念中国的老式家庭。虽然有弊端，弊端少，好处多啊。现在啊，这种小家庭是自由咯，开放自由咯，但是。教育变成问题了，养老变成问题，到退休了后苦不堪言了。那偌济人有一点仔退休金，拢人骗去了。无办法，爱靠社会来救济。你讲偌艰苦，也有啊。退休金家己袂晓经营，放伫个银行，放伫遐会变呆啦。这拢是老大人悲哀的所在啊。你哪有信心？你哪里向人对家有信心？向人对社会有信心？向人对国家有信心？你这真歹计啊！这个佛法来，得拢叫魔剑啊！整个社会是无见梦啊！地道论讲啊真好，有念对无梦，无念即得出。这是对修行人讲的，
特别是对佛门的弟子，也无念，伊就见性了。无念就是念头障碍你的自性，障碍你的智慧啊，障碍你的德能。自性内面所有拢总拢未起作用嘛。显现未出来啊！无念不容易啊！也有宗教修无念呢，真正无念咯。那佛讲的伊也是有念，有什么念？有无念？这也是邪念嘛，所以你有念就是邪见，有无念嘛是邪见。安怎真正当出呢？有念无念，拢未放在心内。这就对了。实在讲啊，非常的困难啊，净宗啊就太方便了，净土宗呼你一个念头，阿弥陀佛，你个你的念头就锁定在阿弥陀佛顶面，是故佛号，如这个号以外，什么念头拢无了，对？为什么你决定往生净土啊？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有无念头拢无咯？极乐世界是修行的中途站，这站互咱证到啊无念啊，得到保证咯。后面释迦牟尼佛万法高清尼，什么法门得多呢？就是这门，除这门以外无第二门的啊。各个宗派有，会变作学术。那今仔佛教大学会当做不？会当做啊？会修行正果未？未啊，完全变作学术了，变作铁学。会用呢？进来对有一小部分的人对啥回头啊？我嘛是啊，其中之一。我有佛，就是想要研究大乘经教。有华严，有灵严，有法华，有佛偈啊！我有这大经大论，但是以后我发现了，转换到正菩提真正困难呐、啊！家己想看卖无这能力，未当断啊！要不然怎？他们法师介绍给我净土，李炳南老居士介绍给我净土，我对李老师时间较长，十年啊，伊也真侪摆给我介绍净土。总有十倍以上，
最后相信了。早年年轻介绍我家己，也无注意到，无咧在意啊。到年纪大了后，深深感觉到，这物件真好啊！净土五经拢讲过了，弥陀经、无量寿经讲的上多，无量寿经讲十几遍。弥陀经也讲未少遍啦，愿经讲过一遍，因缘品大事一万通中讲过一两遍，真正明白甲悟了，这是我的归宿啊！这个法门是我要行的路啊！特别是有缘拄着阿莲老的回一本，这本呢是你老师给我的，因为是我伫台湾。这对大陆传来到台湾，陆航老法师，伊来台湾有扎几本，伊嘛是阿莲老的学生，伫大陆甲阿莲老学佛，应该听过。阿莲老讲过这部经，阿李老师看了这部经了后，在台湾就印一千本，以后又重新排版，又印一千本。大概伫台湾迄时阵，李老师伫个即个时阵，台中联社，前后大概印过三千本。我伫台北，印过一千本，伫早年啊，还未看到。五年落的注解，那《四纲经》这本呢，伊在这本经顶面下的注解，比注，伊的这些物件我看有，我对伊啊十年啊，已经了解，所以我讲十遍。以李老师为主讲的，以后看到五娘落的注解，我伊的注解讲过两三遍。而且参考也注解都对，真正完全讲注解，深入啊，对这个经内底深入呢，是啊，四年前啊，嘛这是第四回。感觉讲我做戏咯，我85
时间无够用啊，把所有的经拢总放下，专读一部经，专讲一部经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真正什么拢放下了，非常的感激钟家大师。头一天见面就教我看破放下，啊，真正了解了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真相拢是假啊，拢是空的，无常是真的。哎，放下啦，放下，帮助咱更加深入一层的看破。大师甲我讲，你初发心到成佛，都是真。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不断弘到顶个菩萨，也得要把最后一片心上无明失去放下，这个回归上一功，回归上一功啊，这是真正的究竟的圆满。华严经称为妙觉如来。像这光是发心啊，对发心、愿不心、愿应心、愿化心，明显无量无边。那是现六道众生无量无边。会现报心啊，甲护缘，甲报心护缘，四十一位发心大士缘，你就会生，但是不脱咯，你是不脱修行。啊，这个那是念书烦恼断了，念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嘛断了，这大自在啊，这是佛陀的菩萨，智慧神通道力。但发心如来，伊好是平等的啊，只是迄点啊无明习气啊，无动清气，上一功未当现前，你无办法用力上一功。一片无明习气，那真正那无了，祖祖连连回向就空了，是不脱都无去了。所以啊，把这经常讲的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，包括是不脱。咱阁看尾后的一句，这念老讲的，可见起心动念，该对无梦。起心动念，有多众生，人人皆有，不知不觉。
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啊，是无明烦恼啊。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。什么人不起心不动念？为地上低最低，是啊，十宝庄严土里面的十诸菩萨啦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以这个标准来看呢，是法界是魔梦。六道轮回啊，是魔梦里面的魔梦啊，那是法界是大魔梦。六道轮回是内底小魔梦，非常的严重。下面是教咱出家方法，唯有正念相继，无念离念。方便出离，也是通算了。你主要做到这个水平，你来超越啦。你净土法门里面，你会当超越。奉行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无念离念是离心不乱，这是念佛法门功夫总观呢。奉行无需要这观呐。只要功夫成片，那功夫成片是有念离念，不是无念离念，对往生。我心内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无其他的念头。这个、无念是无执念，无妄想。你来解释啊，不是真正无念，无念离念，念离无念，那是啊，念佛法门啊，固定的这个功夫啊，是啊，离心不乱，应该讲心中啊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上定，明念境界。啊，咱无行这条路，无第二条路通行啊。无论什么人讲有什么更加卡妙方法，计啊，唔是真呢，绝对唔通相信啊。哎，我海贤老和尚已经叫放下了。那会知影，为什么拢好？什么拢欢喜呀？伊也无分别，伊无执着，啊，对遮来细心观察，伊梦想无了，伊执念无了，拢总放下。你就一句佛号，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，工作时阵不间断，日常生活当中不间断，穿衫食饭不间断，这叫功夫成片啊。一般哎，到个什么时阵才做会到呢？
咱啊，对往生端来面看，对净土圣贤路去看，哇，多数拢嘛是三年就做到了。有这种工作人，我常常在讲的啊，这是干。咱功夫达到这境界是干，啥人用呢？阿弥陀佛来用啊！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咱伫定中，或者是咱伫梦中看到佛咯。甲一般做梦无同，一般做梦印象无深，精神了后往往拢袂记得咯。这个梦境啊，清清楚楚啊，都亲像伫清醒的状况同款，有这种感觉。阿弥陀佛会来安慰你啊，跟你讲，你修得真好，你寿命要偌侪年？等到啊，寿命到的时阵，我来接引你往生。也对咱来讲呢，咱的信心增长了，愿心增长了，等于讲是阿弥陀佛伫遐啦，甲咱注册啦。咱啊，报名注册了，有咱的名了。将来决定往生啊！啊，如果伫这个时阵叫阿弥陀佛啊，带咱去往生，咱想要无爱咯，这种人真多，未少啊，伊就往生咯。所以念了三年就往生啊，有人无叫阿弥陀佛带往生。继续努力，加倍用功啊！三年五冬啊，伊就提升到属于心不乱。过三年五冬，伊啊提升到离心不乱，这个好啊！这代志啊，都是我哋所讲的。经顶面嘛有讲过，伫娑婆世界修行一天，会抵着叫做世界一百年。为什么叫做世界无苦，无人考验？这个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，你会当如如不动。这什么款功夫啊？意思啊，是伫这地。也就是讲，咱伫这个世界呢，得到功夫成片了后，用十年的时间，就会当达到明心见性，达到离心不乱，往生就是啊，十不庄严土了。无阿弥陀的加持，嘛是十不土；无放过得到阿弥陀的加持。自力、佛力都达到啊，这个层次了，好啊！保证咱往生啊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发心大事，故得到阿弥陀加持，你讲。智慧心通道力，真正是甲佛啦，亦或是上顶的啊！啊，咱来知影清楚，知影清楚就是放下万言啊！
啊，这个世间啊，绝对唔通去做，那袂当做也唔通去想。咱来修心先，念头先，言语先，行为先。啊，先的标准，咱那有五科，正业三福，六好境，三合六道，普贤心愿。啊，这个相应啊，都、就是先；啊，这个相违背，都、就是啊不先。啊，这五个科目都爱。会记得咯，爱清清楚楚，起心动念去啊对照一下。但是断恶，心内无断恶的念头，只有阿弥陀佛；首先无善的念头，也是阿弥陀佛。这就对了，爱专修正业。袂妨碍断恶修善。如果断恶修善有起心动念呢，那就唔好咯。不起心不动念是缘，有缘呢，啊，都欢欢喜喜来去做啊。真正了解，就要按怎去修法。有理有法，那就好了。哦，咱的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还要一句改诸颠簸，颠颠了。亲像说啊，同款一款一款的，给你甜起来，给你绑起来，剥者棍呀、虾呀，颠簸就是捆绑。以经行书意，颠簸者即八颠三簸，五诸家。都为十点数波，今处经行说。那参考资料内底也拢有啊。这个物件真麻烦啊，真重要，一定要给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八点呢？有惨有愧呀、啊，惭愧是咱中国人讲的廉耻。惭呢，就是咱一般讲的，这个人要良心。你做了不善代志，怎样？你心不安、啊，叫做惭嘛。那无惭呢？你做什么款歹代志？伊呀，无感觉到伊做错了，伊也无感觉到伊心不安。那你一般讲的这种无良心。良心比没咯，贵是外面的无论啊，做唔好嘅代志，惊别人指责，惊别人批评，这个亏啊！做偌侪歹事，别人批评，也感觉真光荣，这都无亏啊！
也做歹代志，报纸拢甲顶，也搁摕报纸互人看。你看今日报纸刊顶哇，也搁是一种欢喜诶。这是无惭无愧咯。那先所以唔做，专门去做歹代志啊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这种人真多。古早时阵是有啊，啊无罪。在抗战期间，迄个时阵，迄个时代，人拢嘛有惭愧心。无愿意啊，去做歹代志啊！空间是一个苦难的时代，当地人对阮这流亡的人拢非常同情，拢主动帮助。阮无通食，送食来；无穿的，送衫。无所在通住，厝内弯弯歪歪有点啊所在，嘛甲阮搭一个铺，互阮平安，会好疲劳。明仔载还得去赶路，即卖无咯，现在拄着苦难，无人帮助。你要去帮助别人，跟你熟悉的人拢会跟你教训啦。你帮助又要从什么？你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哪有可能骗去啊？真正，这是时代变啦。这里。外世纪变化太大了，这无办法想象的。下面第三个制度，第四个饮食，家己有唔肯去帮助别人。第五个恶作，家己明明知影讲不善的，也要去做。睡眠，睡眠时间太长，贪困啊，吊顾，心不安。心，但现在的讲心浮气躁，都是吊顾啊。魂沉呢，是提不起精神。嘛是困不好，所以精神提不起来啊。三不食，贪嗔痴，根本烦恼啊！啊，贪的核心最严重的是争执、爱欲，嗔恚的核心。是傲慢，是嫉妒，有这个核心是怀疑，所以树叶真恶去长啊，长去种阿罗汉果咯，贪嗔痴慢疑，
正雅说我也可一切诸烦恼感通明颠簸，嘛会当安尼讲，所谓一切烦恼的感事啊，拢会当用这个啊颠簸这两字来代表。菩萨教人断离、明解，把这烦恼给掏开，把这烦恼化解，另外这两句呢，就是念无见梦，解诸颠簸，这两句经文。表会中，诸菩萨以同诸法性，大众生相，故公本地呀、啊，有差别地。我认为众生不莫见梦，无非这些菩萨呢？因地会开咯，同诸法性是得到根本地，但众生相是何得地？现在同住的华严会上，可能表演呢五十三参，于是。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，以文殊会上同诸法性，就是他明心见性了。同时通达啦，一切诸法的体性都是见性了，明心见性了。明心见性，诸行来对本来具足无量智慧，迄、那个无量智慧都是大众形象，是何得地？何得地无量无边，根本地起作用。帮助众生都叫做好的地，啊，所以什么款的众生啊，伊拢嘛有能力去度伊啊。顶面对伊家己面顶的啊，如果伊那是啊，初住菩萨。所住以上的伊达未够啊，所住以下伊拢总会多。如果伊是初地菩萨，初地以下伊拢总会多，初地以上伊就未当了。也伊唔免学，只要提升家己的境界。诸性本能，伊就自然流露，唔免去学。这是佛法啦，佛法修什么呢？就是清净平等觉。达到觉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啊，清净是定，平等是定，拢是根本地。一角呢，根本何得拢得角来对？角性是根本地，利用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何得地呀？变化呢，现身教学拢嘛是何得地？所以呢，以明心见性咯。伊知影讲，一切众生相，
这个相是真相，诸法实相，通达明了。随故叫根本地与差别地，可能为众生破魔见梦，能离邪业，能为幽静，改诸颠簸，能离烦恼。菩萨有这本书，为什么伊家己成就咯？伊连是家己成就，即去帮助别人成就，家己无成就就袂当帮助别人。伊家己你个看卖，乞丐修定开慧，见性都是开慧。为策划第一主见就是开悟咯，所以他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帮助众生破魔见梦，帮助众生离邪邪业，邪业啊就是罪业，六道轮回业叫做邪业。修出离六道三界，这个第六道来临叫做正业，修行业来先对人道提升到天道，修禅定对欲界天提升到色界天，修四空定对色界提升到无色界，这个是九处地定，超越六道轮回，证阿罗汉果，这个叫做正业。如果向下对落，就是邪业；向下对落，人道；向下对落，是三恶道。就是讲来生得到领导马上是邪业，人间就是讲的享福无一个未做恶业的啊，福享尽咯，对落到这三恶道，恶业啊都会现前啦。所以六道的这个善恶业都不能做，是上好的。修行算讲是正业，已超过六道轮回。上好的大乘呢，大乘超过十法界，这是因为有情，爱诸颠簸。令你烦恼啊！三宝八点的隆重拢爱化解，你这会当断烦恼，证菩提，咱求生净土。如果是修这法门，对生净土有大帮助。好难啊！往生真正都有把握咯，像海贤法师同款，无需要人助念。需要人助念是无把握啊，家己有十二分的这个把握，何必都要人助念呢？麻烦别人啊！这念头是正确的啊！今天的时间到了，那学习到这点。